所以我相信应该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品牌的手机 App 可以这么样。所以我相信应该没有任何一间的相机品牌可以这样搞啦，就是 Sony 应该也没有办法。我相信没有任何一间相机品牌可以这样搞，就是同时一只手机控制两个相机的设定，然后还可以同时去触发它的录影功能，应该是没有办法办到。通常都是一个 App 就没有办法再开另外一个 App 了。其他的品牌，其他的相机品牌，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办法办到这件事情啊，就是同时开两个 App， 然后我们可以同时去控制我们的设定，然后还可以同时触发我们的录影功能。